截止至7月8日晚8:40，神作《我不是药神》再度传出捷报，该片票房已高达13.06亿元，破13亿仅用时3天20小时26分。比较来看，《复仇者联盟三》从10亿到13亿，花了35小时15分；《我不是药神》完成这3个亿，则是用了20小时27分。最新的增速远远领先了《复仇者联盟三》，势头可谓所向披靡。